一般不上瘾，还基本没了了，等于自己也不像没有的这个朋友不快递的是费用，像那那就费用一块，他是用这些的，也是没费用，所以大部分用用费用付出也是没用的，我想要买，那就买快递就不买，快递的用的特别慢，像那些没费用的，他是用来给其他的。